刚刚你婆婆说要给咱儿子买个大金锁，两斤称的那种。我婆婆挺豪横啊，猫哥。一碗气不是刚刚买过一个吗？又来，咱不嫌多是吧？一个不行两个，两个不行三个。今天爷爷给你买个金镯子。前两天不是刚给过红包吗？爸，你也太抠了呀，跟我老丈人有一拼。这你老丈人前脚刚回山东，后脚你就吐槽他啊，真是个好女婿。赶紧收拾收拾走啊！这个是婆家没出生的时候婆婆给准备的金锁。您不觉得这句话挺别扭的吗？妈，咱今天的目标是比这个大。咱妈犹豫了，猫哥。说起金锁，我今天忍不住吐槽一下我猫哥啊。结婚前我特意扎了两个耳洞，就等着猫哥给我买金耳钉呢。这一等就是4年，猫哥咋回事？婚后啥都变了是吧？不是，你早说呀，我以为你不喜欢戴耳钉呢。今天安排安排，我耳洞都长好了。又要清华醒了，睡醒了，清华，走，出去玩喽！哎呀，这儿子都亲成这样了，这要是姑娘，猫哥得啥样啊？天天抱着他不撒手。又来加油站了，油见底了，现在加油老贵了，95号油都9块了。这叫事儿？你不是有骑士卡吗？看你每次加都能便宜不少，用起来呀。加油还能便宜？是呢吧，骑士卡加油全国是7折起的，加200能省快40呢。看见没？我这加200的油才花160多。哟，这咋领呀？很简单，支付宝搜骑士卡就能办理。现在点我视频下方也能办电子会员了，新人还能免费领25元加油券。赶紧给咱们办一张呗，这平时加油能省不少钱呢。我们进来了，现在浅逛一下。这仨好大呀！看看手镯。这个好看，这个也好看。哎呦我的个天呀、啊！看这个大金锁，这个也忒大了。喵喵，喵喵，喜欢吗？眼睛都好大。给大喵带个小葫芦。哦呦，五彩绳的，好看的。让奶奶给你买。行，喜欢，大表就是喜欢。看看大金链子，咱妈有心思给我买。嗯。哇，这手镯好好看呀。不是给大喵买吗？你看啥？传承好看的样子倒是可以，还是黄金的好看，换一个吧。金色的看着更好一些。你爸爸说了，这给你拿下。你笑啥？等会儿妈妈给你看。哎，不想理我。别笑。别笑。我喵子对黄金很感兴趣啊。这大喵流的哈喇子。逛累了，咱去必胜客吃点呗。在这儿吃贵吧？没事儿，正好我看看套餐有啥优惠的。咱们可以用骑士卡，你看这里每个披萨都能省10几20几呢，那想吃啥点啥呗。哇塞，还真的是，那咱点榴莲的呗，我跟咱妈都爱吃。你别说，这骑士卡真划算，这么一堆东西省了40多。快吃吧，猫哥，菜上齐了。嗯，好吃。咱妈又喜欢吃，咱们以后经常来吃。这我猫哥是真饿了啊，吃饱喝足，逛逛街。这活姐又要给大苗整衣服了啊！快，猫哥，这俩哪个好看？小男孩就穿红的呗。行，再给我婆婆挑套睡衣。我婆婆看上这套了，好看的吗？拿下。婆姐真是个好儿媳妇啊！逛逛超市，再来一盒阳光玫瑰，上次一个没吃上。回来了，猫哥这驿站又多3个快递。俺说我呢，您看看都是啥？这都是我在骑士卡新人活动免费领的。我就领了这洗衣液、纸巾还有娃哈哈，想着咱在家都能用上嘛。行，又给家里省一笔钱。猫哥，耳朵有点干吧？耳朵。不知道咋回事，行，今儿本来给大喵买金锁的啊，结果你百般阻挠，还好意思啊？连个给婆婆表达心意的机会都不给啊？哎呀，我想着咱大喵该有的都有了嘛，没必要再买了，而且又那么贵，不值当。妈，我今天金链子没少试吧？为什么不给我买？给我个理由让我幸福。你不要吗？不是，就是你不要吧？下次吧，博哥。哎，上哪儿去？今天逛了趟金店啊，然后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，年底我要把那个传承的手链拿下。我觉得我戴上还挺好看的。是不错，你等着吧，给你一个 surprise。surprise，耳钉我等了4年，博哥，4年。会有的，会有的。不过有一说一，猫哥，咱戴那个大金链子还真挺好看的。是吗？嗯。咋，你有兴趣啊？有，等你40岁生日的，猫哥，我铁定给你买一个。看清华有点热啊，又给换成小薄衣服了。也不一定非得上清华呀，北大也行。